腰部牵引固定器，主要用于腰椎间盘突出、腰椎小关节功能紊乱、腰椎增生等腰椎病的预防和辅助理疗。林远腰部牵引固定器采用国家专利智能充气技术，是国内最早开发智能电动充气仪技术的厂家，产品获得 FDA 医疗认证、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、欧盟医疗 CE 认证，操作简单方便，工作、休闲、户外等情况下都可以使用。腰部固定器 QY04 产品配件，腰部牵引固定器 QY04 款有 SML 三个把数，腰带上均匀排列多条 H 型气柱，能多方位支撑牵引，有效撑开腰椎间隙。腰带里衬采用纯棉材质，佩戴舒适透气。腰部固定器的使用方法：佩戴前检查腰带内是否有空气，排气方法通过气阀往外推动进行排气，排气后反方向推紧到位，以防充气时漏气。将腰带佩戴于皮肤表面或者贴身衣服上，气嘴朝下尽量绑紧，效果更佳。如腰带长度不够，可安装延长带接驳即可。佩戴好后，将电动充气仪连接到充气嘴开始充气，按 on off 键开机，再长按 start 键进行充气。充气仪有30个档位，根据个人舒适感调节档位，充至合适即可松开 start 键停止充气，按 on off 键关闭电源，并取下充气仪。使用完之后先放气再解开腰带，